哎，你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？您这儿有那个洗衣店吗？那个快点告诉我一下，我着急。王先生，您先别着急，我们二楼有一个洗衣店，但现在还没有开门。您是要洗衣吗？哦，不是洗衣，我这个那个扣子坏了。你等一下要面试去，挺着急的，那怎么弄这个？王先生，您是扣子掉了是吗？啊，对呀。那我这边给您一个针线包。啊，针线包啊，这活我也不会干呢。那我帮您缝吧。您大概几点需要呀？啊，我8:30就得从这儿走。行，我尽快给您缝好吗？啊，那行，那真太谢谢你了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啊，谢谢您啊，不客气，太感谢了。你好，王先生。哎，你好。那您的衣服已经给您缝好了。哎，缝好了是吧？哎，好，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哎呀，我看平整了，您给熨了是吧？啊，是。不乐意为您效劳。哎，好，谢谢您。哎，好，太感谢您。祝您面试成功，再见。